作为前中国男篮主力球员，王治郅受到广大球迷喜爱。当年王治郅的进攻手段丰富，手感柔和，脚步灵活。他还效力过小牛队，是第一名登陆 NBA 的亚洲球员。王治郅生涯最飘逸一球，全场眼都看花了，这到底是打篮球还是叫华尔兹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2011年亚锦赛中国男篮对阵菲律宾男篮比赛中，第四节还剩两分多钟时，易建联内线要位，但机会不好，王治郅见状自己带球突破，随后大秀一波梦幻脚步，将防守球员刷得团团转，最后一记中投稳稳命中。慢镜头伙伴可以看到，大致的脚步华丽，球风飘逸，整套动作宛如在跳华尔兹一般，看醉在场所有人。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。